原标题《延禧攻略》，纯贵妃降位答应，被继后活活乐死。于妃进出家为尼导读，于正新剧《延禧攻略》继续热播。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，剧中黑化的纯贵妃也将要领盒饭的，而故意隐藏在纯贵妃身边的于妃最终竟以出家为尼而告终，剧情是如何发展的呢？一起来看一下。话说自从魏璎珞被晋升为令妃之后，便愈发招来了纯贵妃的记恨，然而没想到接下来的果招却是他与魏璎珞之间的大决战。首先皇上要叫魏璎珞骑马，于是璎珞便利用这次机会故意将这一消息散播出去，纯贵妃果然上钩，派出了一名太监使得璎珞坠马摔伤。其实即使纯贵妃没有动手，璎珞也会收买太监，以达到嫁祸给纯贵妃的目的。最终纯贵妃的做法被皇上识破，并引起了皇上的警觉，开始对纯贵妃不满起来。其次，纯贵妃送了于妃一颗人参，想以五阿哥永琪为养，利用永琪曾经去延禧宫之芙蓉糕的机会来嫁祸给魏璎珞。殊不知其实于妃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纯贵妃，好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，最终于妃终于揭发了纯贵妃，是纯贵妃将人参送给自己，以达到嫁祸魏璎珞的目的。而于妃的这种做法无非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，获知真相的皇上雷霆震怒，将纯贵妃降位答应，幽禁于中翠宫。随后纯贵妃便迎来了继后贤妃，当她见到继后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一直只是继后除掉先皇后的一枚棋子而已，可惜当时她再后悔也没有办法了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心里想的还是傅恒，果然是爱得越深恨得越深啊。最终纯贵妃被继后用风筝线活活累死了，而于妃因嫁祸令妃魏璎珞也受到了牵连，在太后的求情下，皇上才网开一面，准许她出宫出家修行。与璎珞临终一别，她才道出心中的无奈与苦闷，只不过是后宫一名无宠之人的哀叹罢了。接下来魏璎珞还会遇到一个新的对手，那就是张嘉倪扮演的顺妃，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大 boss 在等着她，那就是佘诗曼扮演的继后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